可以选择到欧洲、南美等国家游学，劳伦森大学一定会给你带来一段难忘的留学经历。劳伦森大学采用小班授课模式，平均课堂规模27人。从入学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。小班授课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与教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，同时也增加了参与课堂外实践、实习活动的可能，例如国际学科竞赛、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领域的会展等，极大地加强和丰富了学习经历。我们提供种类多样的学生支持网络，包括学术、财务、医疗以及心理服务。经验丰富的教职员工为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同学提供多方位的支持，帮助同学们消除顾虑，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。作为安大略省仅有的两所双语大学之一，劳伦森大学提供英法两种语言的课程，38个学位专业可以用纯法语完成。法语学科选择多样，法语证书项目以及双语环境和校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。无论你是使用法语攻读学位，还是练习第二语言，或者是对法语文化感兴趣，劳伦森大学都会是你的首选。劳伦森大学拥有像 Living with Lake Center 淡水生态研究中心、北安大略医学院这样的前沿研究机构，并和加拿大北方健康科学中心、国家地质矿业研究所以及国家微中子观测所紧密合作，一直带领着在这些学术领域的探索和创新，为学生提供世界级的研究环境和实践机会。劳伦森大学的学位受到全世界认可，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4.8%，是加拿大就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。2013年，劳伦森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及助学金总额为830万加币，在麦克林杂志奖学金排名榜上占据全国第三的位置，其中为本科生提供的部分高达610万加币，另外还有超过50万加币作为校园实践项目的工资发放给学生。劳伦森大学在为学生减轻学费负担的方面做出这不懈的努力。劳伦森大学的教授是一群有着超前思维的精英，他们不只局限于枯燥的课堂教学，他们还可能是你的研究项目的辅导员、课外实践活动的领队或者校内实习工作的雇主。通过这些活动与教授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会让你受益终生。在劳伦森大学，多元文化的氛围遍布校园，尊重每一个人是学校引以为傲的精神。英裔、法裔、原住民以及各国留学生群体让你了解不同的文化，校园和城市的多民族庆典让你的留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在这里你可以结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国家的朋友，让你的人脉网络延伸到全世界。劳伦森大学不只注重传统的课堂教学和学术教育，更加注重学生个人兴趣的和能力的培养。你可以参与种类繁多的体育运动团队和竞赛，加入学生领导的公益团体和俱乐部，甚至创办自己的组织，表达自己的思想、兴趣和文化，给校园带来新的活力。加拿大的大学生活不只局限于读书和考试，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全面发展的你。以上是我为什么选择劳伦森大学的原因，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和我们联系。我是梁进，谢谢大家。